主料：饺子皮600克，猪肉馅500克，马蹄200克，玉米一个，香葱2颗，辅料：生抽一大勺，盐、胡椒粉、鸡精、香油数滴，马蹄去皮洗净剁碎，玉米粒洗净稍剁碎，香葱洗净切小粒，绞好的猪肉馅再剁几刀，把材料除饺子皮外放一起，加入生抽、盐、胡椒粉、鸡精、香油，把肉馅搅拌均匀，多搅几下，取一饺子皮，在下端放上肉馅，如图往上折两折，把两端反转一下粘合在一起，依次包好，吃不完的生饺放冰箱冷冻室，蒸笼刷上油，把生饺子蒸20分钟，吃时蘸上饺子醋或者调一个蘸料，酱油加醋加热葱猪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